来自天狼星信息。关于新境界体现前的短暂混乱，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亲爱的人们， Salamat JA， 欢庆。处于喜悦中，在你们的世界里发生了很多事，全球陷入了一个奇怪的难题。这场猫捉老鼠游戏的启动停止是与古代家族和皇室成员寡头们突然罢工，以及他们经常无视他们已经同意的方式有关。在过去的几周，这种谨慎已经以这样奇怪的方式去反映基金。我们真诚地质疑这些策略，以及建议替代方法来对付这种持续不信任这个过程所得出结论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你们最终会收到你们的初始资金，看到他们构成其许多事实政权堕落的统治者下台。只要他们的傀儡政府统治，你们就可期待他们会有更多吓唬你们的企图。幸运的是，这新美国共和国所提出的 NESRA 会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成果。仍有一些问题要解决，一套强大的协定要落实到位。黑暗势力就像一只受困的野兽，它不断地应用在过去所操作的生存策略。这些虚假标志是另一个例子。伊斯兰国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工具，它的支持来源于秘密政府的精心资助，使用受过专门训练的雇佣军做助教。他目前雇佣的部队是非常规的作战策略。他已建立的细胞类似于以前在195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使用那些反对法国和用于其他的游击战争。这些策略被用来让他看起来这些武装分子是以某种方式原产于中东地区。他们所做的是挑起一个挫折的策略，那是自从西方扼杀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泛阿拉伯革命1910年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这套持续的刺激以及伊斯兰移民到欧洲数以百万人的命运，现在需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经由光明和齐心治理的设置。这些问题尚未威胁到资金，但他们有许多人厌倦黑暗势力和其亲信继续的恶作剧。当新的治理不久成立，这些众多的分歧会经由光之许多代表去仔细的检视。那些注定要解决这些事的计划待批准，如果有必要会支援。关键要素是和平与合作。NESRA 是一切关于建立一个基于和平、繁荣和信任的新境界。我们打算继续建议你们如何最好的在这个境界做好准备，为了第一次接触。黑暗阴谋集团是一系列的组织，人们深深地希望维持他们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旦被光明击败，这些卑鄙的人需要被隔离，以及他们黑暗的机构解散。记住，你们所有人是合一的，天堂非常爱你们。我们的到来是要去实现你们最后全意识的步骤。这种转变需要你们用你的天赋智慧来改变这个现实，让它变得更好。你们深深地希望去享受你们的全球繁荣，一起去展现盖亚如何让你们成长的意识改变你所看到它和它许多各种各样栖息的方式。利用这一获得的知识去结束现正被黑暗势力利用的气候、海洋、大气和土地。运用你的能力，将你们的境界带到一个鼓励生命传播的平衡。一方面，它能够公开地说这笔钱开始众多人道主义活动，以及最后阶段繁荣包所需要已批准的资金转账。然而，最近来来往往的商业世界第一季度已经创建了一个情况。
导致另一个星期的延迟在转移操作上。这些条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世界性的过程不能被银行或多家金融公司的旧时代商业惯例所阻碍。尽管这些旧形式的延迟所需的资金最终将转移，现在有一系列的备选方法可以用于解决这种任何未来的困难。我们期待我们的地球盟友使用这个新系统，以快速地允许这些大量的款项被成功地从亚洲转移到任何其他大陆。因此，到目前为止所遇到的事情都被搁置在一旁，急需的财富正在发送的途中。这一过程的开始正在进行中。当你收到你的第一笔资金，准备好投入行动。在你的社区内，有着那些深深希望你能成功的人。联系这些人，看看你的计划是如何与他们结合。这些基金的目的是帮助你们，以及让你们的社区达到目标。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目标。你正与其他人工作去创建疗愈中心，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让你们的社区向前移动，并且展示你们是如何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现实。当这一切发生时，你要让你们社区的基础设施间接地做好准备，为了与我们的第一次接触。用你的爱让这地表境界做好准备，为了大师们奇妙的课程，以及你们的表亲阿加森人的回归。他们想解释对所有现在给你们带来的担忧和不满的补救措施。最后会是我们的降落，以及特别的导师他们为你们全意识伟大转变所做的准备。你们是真正被祝福的。我们的导师会完成这项任务，让你们每个人对于你个人通往全意识的道路都获得更好的理解。这个过程当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时，会描绘出一幅你们要如何准备你最后全意识必要步骤的画面。这些事情帮助我们去理解你们的尽职调查是如何最终使得天堂现在如此优雅地完成成为可能。这天堂般的运动是如此恰逢其时，你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你们每个人是如何地以一个奇妙的节奏推进。不止你们这么做，而且同样适用于保持盖亚每个生态系统的美丽。我们每天都观察到你们的变化，在盖亚的不同生物圈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黑暗阴谋集团迄今为止只是削弱这个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我们的援助下，盖亚一直保持着最为破坏的系统工作。在这里，你们的帮助与我们的间接协助相结合，让生活在你们的世界中向前发展。需要的是你们能大幅度地新增对这些不同生态系统的直接援助。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是要帮助这些众多的生活区域和你们的人类同胞。这些项目允许盖亚以一种反映你们全意识的步伐去工作。因此，这个境界正在改变，经由天堂所设定的步伐引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合并到更高维度的一个内在地球。因这些变化而有一个神圣的时程表，那是经由天堂每天所设置的。我们清楚这些日常的重新安置，并使用我们的医疗和地质团队来验证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随着今年西历向前，我们检查我们已经编制的进度图表。自从我们第一次大规模抵达在1990年代开始的十年，天堂已经设定了一系列的节奏，但这仍是相互镜像的。我们正在观看其中的一个
其中我们首要的选择是在九斜线十亿的时间之后，它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的见解。把这个表面的领域推向一个时代，需要合并内部和表面的世界才能真正发生。这是会发生在伴随着我们协助你们到阿加森的旅程，并且放置在你们的个人化水晶光室之后。这次只是向你们透露，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密切观察天堂如何用一双非常仁慈的手移动这一宏伟的格局。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遵循这一宏伟的模式，并根据天堂的众多大议会指定的某些项目行动。在这个新的境界最终展现在你们面前时，你们所看到的是这最后的混乱、祝福和欢喜。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们。很多次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到达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捩点。这次真正是其中之一。你们的境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从阴谋集团的黑暗现实到新天堂的光之境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可以一起确保这些事件会是光之时代的真正开始。作为一个爱和光的组织，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用你们难以置信的能量去让这些奇迹出现。你们会有许多即将到来的援助。我们感到很幸运，几千年后，最终参加你们意识上伟大的重新排序。亚特兰提斯深深渴望其前持不同政见者变成温顺仆人的执政寡头。相反，这些新崛起的人类被推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其前居民的世界。因此，我们遭受阿努纳奇 Anunnaki 和他们所选择的爪牙的残酷统治13000年。现在，在这段时间里，你们开始逃离长期以来被黑暗势力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当时，阿努纳奇带着你们开始了他们的旅程。这些黑暗的暴君已经转化，现在是他们的爪牙们把他们阴暗的影子加在你们身上。现在，这张桌子就要翻转，你们要让他们知道，宽容和神圣的恩典是如何的运作。相反，你们被解放了，很快就要恢复全意识。我们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最初为你们准备的是这段奇妙的旅程。通过真实的历史和与世隔绝的起源，这些会经由你们与世隔绝的表亲结合一些深刻的指导。此外，有必要去了解你们的许多责任。对盖亚和他地球母亲的许多生命区的职责。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打算教你们很多东西。你首先需要了解，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你们的伙伴，特别是你们奇妙的灵魂。天堂正移动这个现实朝向能够大大地被改变的一种状态。当你们在意识中向上移动时，你们就会开始注意到来自你们未来境界的快速闪现。这是一个创建的所有测试，慢慢地让你们意识到你是如何迅速地被改变。这些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必须以一个速率来完成，不会进行得太快或太慢。你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然的节奏，需要被尊重。我们大师们都会在这段短暂的时间扮演一个协助你们每个人的角色。这就需要对肯定会发生的事情应用适量的恩典和添加宽容。这种深深的关注是神圣过程的一部分，包含祈祷的元素和神圣的仪式。变化的总体程度是巨大的。我们被赋予神圣的责任来守护你们，允许你们把它作为最后的一步。这会要求我们寻求操作程序，
来自我们在天堂的神圣指引，以及赋予我们的亲切主人阿加森人。星号译注：阿加森人 Agarthans， 传说位于地球核心的城市，俗称阿加莎、安沙尔、阿加森。这是我们每天做的祈祷和神圣的仪式。我们大师们决意要看到你们所有人履行你的生命契约，并再次成为全意识存有。时刻生活在这个现实是一个重大的退化，以及一个重大的课程殿堂。该是崛起一个新现实的时候了。该是时候看看你们新成长的果实，见证你们是如何开拓这一个新现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再次回报你们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那些长久以来被光明所承诺的事件终于开始出现在你们身边。看到的这些只是作为新的令人惊异自由繁荣新境界的初步确认，许多事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发生。不要灰心，因为事件正在形成，许多神奇的事情已经准备好显化了。这无疑是一个奇迹的时代，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